要报告、哦，要报告、哦。掉了啊？怎么掉了？这个原本粘在头盔上的魔鬼粘、啊、掉一边、哦，掉一边。我们是用胶粘的，对啊，那是它本来就附的。嗯。可以。那你的盾牌用，派上用。哈哈哈。你的体节用。排两排啊，一排一排嘛，一步一步走。现在有一只小狗的那个后面啊。我们停车的地方是露营区啊。这里是露营区，这里也是啊。谁在讲话请重复。啊，这也接无线电吗？他还讲电话啦，还讲电话啦。到了，过了这个采访就到了。过这快到了，你杠子也要进太多了。刚刚要的片嘛，原地扎营休息50分钟。哎，这个吧，安尼去天外天地，你还要滚挂两天呢。
啊啊，这边呢、啊？放心慌啦！怎样？你不玩也不要故意这样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不想玩要讲，我们知道。厉害的，看我居然可以打，我也不怕呀。走了走了走了，没事。我没把掉，不用怕掉。我只听过可以快速更换弹簧，我没听说过可以更换快速更换铅管，还有铅准心，好厉害。要过吊桥啊？不走吊桥啊？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对吊桥有恐惧症。恐惧症不是对楼梯而已，上去蹲在那边动不了、欸欸。手内动，哎、欸，大家望着那边，我这样拍摄。下面了，大家望着那边我拍摄。哎、欸，干，下面就是那个 CS 的 PK 场，没到。蛮壮哎。我们可以打摄影吗？等下可以下去啊。酷喽。酷哦。问题是要从从那里下去。可以啊。高站。哎，打底下很猛哎。对啊，这就是那个 BOB 那个落地之后，他们抢那个炮阵地那个地形吧。呀呀呀！别垂钓钓啊！垂钓了。我车上有那个伸缩绳，我帮你扣了，你跳下去。郑哥，你在家里看东西没啦？我有看到重，我有看到重拍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爸爸太凶了啦。我又绝对不会这样对我小孩。没有，他现在呢，他这次来可能要再等一个月了。考不好了。等一下，你就说皮好嘛就好。反正你们颜色不一样。他是间谍，他是间谍。那个门没办法走进门。哦，是哦，要严肃就对了。你到时候这段要被剪掉。好啊。哇！看那个门跟走在那个吊桥上面。旋转的木马让你忘了啥。这里也可以上桥，可以啊。啊？我也是一次的。你还挺有的，真是挺。这里比想象中大好多、哦。切了。刚才那个门应该是走过来到吊桥。你下降都会上去啊？可以。这一个就是一个蛮好的。哎，这里要火力压制的对吗？那个吊桥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我要空飞上去。全木就吊那个。这里斜坡上去啊。我知道，就是。他估计应该是在那个门。前男朋友。他上面长怎样？上面没去看。对，他是学，他学生超爱他。要不要进去看一下？然后就爱学生，他后来死掉以后，那 Alex 不就很对付了？他在求婚的时候，他就唱这首歌，然后跟他说说，他知道他中哦，他不会，这手枪没有用，好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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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啊，没有想到那，没有想到那，对啊，因为我没有看到啊，太阳不可以，对啊，哎，我过来去看，问你这个桥过去，这里是，问你是这里就打不完了，好，那卡住了，太危险了，这里都可以打，因为这 A 五都是打兵。因为他是一个在那个外面，还有一个在那个外面，从外面进来了。你知道大家全部绕一圈才知道长什么样子啊？好，就这样绕一圈，然后从那边下去。绕完之后休息一下。我去，哎，相机被你抓偏了，我看。还好我聪明。真的很硬。天外天都在打、欸，对啊，以前我在天外天号称天外天小王子。对啊，还好那时候徐阳不在。天外天在哪里？天外天在天外天。在基隆啊。对，天外天其实分店蛮多的，看你要去哪里。天外天可以一路打进去，不用讨论。
这以前是碰碰车的场地，那就知道这么厉害。哦，观察力动了。哇，你好厉害哦！谢谢大家。上班一拖，你看你就加了，我怕我屁股会太苦。那这以前是什么？这一看就知道以前是鬼屋。哎，兄妹，有没有想到瑞芳？虽然很像瑞芳哎，哈哈哈哈哈。但是瑞芳，我们今天瑞芳也有乐园哦。没有啦，哎，你没去打过瑞芳的？市场没有啊。靠！那是超棒一个场地，妈的。瑞芳居然没打过。要认识的才能进去啊。没有啊。哎，后面也可以啊。那不是都有人管吗？后来啦，没有去打原因就是因为。有人还要走、那個、走一圈下去，他有一阵子是废弃。哇，很可惜，这里在彰化。嗯。不过开车一个小时也来了。对。大概半年一次啊。对。不过以后每次周年庆都可以来这里啊。嗯。这里下不去啊、哦？可以了，旁边啦、啊。然后楼梯，可是这里危险哎，它都封起来。哎，这里下那个刚刚那个。对啊，那个奥迪呀、啊。好，哎，大家你的场地，三训场，哎、欸，你的场地，对啊，到时候他就这样子，叫大家是，不是在屁股那边吗？就是要，我没有啊，他是下去啊，有条那个、啊，往下，对，要是往下俯冲的，他们是面朝下面来打的，好，来分队，有无线电的在我左手边，其他在我右手边。有无线电的在我这一边，没有无线电的在我这一边。请问是14630？没有，145。145，哎，145300。300的。哎、欸，我们去找一个人。谁？这样子。哎，后面。James， 你在哪里？啊，碰碰车那边，有点大声。你要再走过来。太危险了，他们不能在这边。带一瓶都不能说，这里太臭。没有，现在是我的 IP 来这里，小心，小心怕这里。这个饭碗他们都不能，他们要回车子。危险，对，可能是线太粗了。那个，你们那些，不要在这边吗？不行了，危险哦。那个楼梯下去。等一下，你们这个我带大家走。知道第一天下场就车队了，很难要死。那边下去就路就直接回去了。还是他们戴护目镜，他们在房子里面就好、嗯、这个都速度太快，我们这个都已经每个人都拿140、150出来了。谁拿140、150？没有，我这个都拿100。哎，我拿100，我拿100。你今天搞大小？什么时候改完了？都没通知。我们是不是报错队了？一百四百五，真假的？我这次就140了。喂，继续啊！啊，狙击，我都是狙击使用， 就是几公尺内我就不能开枪了。对，他的意思是两公尺以内他就不会。刚好是枪的长度再多一点。我看看，好，就我们这些人打他们那些人。哎、欸，有点恐怖。无线电嘛，有，那你就来这边。接枪很多支啊。然后。一支机枪。一支机枪。
你子弹够吗？六个弹，五个弹夹够了。好，2000发。那你们没有无线电的下去下面那个刚刚进来入口的外面建筑物外面，不是，是你们要公上。哦，我们没有到这里吗？不一定是哪里。我打电话给郭勋叫你们出发。应该听得到了，用喊的应该听得到。这样。好，那我们要过来这里啊？不是。那边，刚刚那个碰碰车的地方，还是碰碰车后面还有地方，再往后退都还有。先暂时以碰碰车为准啦，好不好？好了。碰碰车那个范围啦，碰碰车那附近啦。太散了，要包含鬼屋吗？鬼屋在旁边，他们也不要进去，鬼屋封起来的。啊，没有啦，就到碰碰车那个地方就是最后面的了。哎。我们搬走，他们光。是带烟雾弹吗？敢，没有带，好，没有。要不要我去拿？不要，不要，好远哦。不要，不进去。难怪他妈我就觉得我忘了什么事情。看起来这个场地会最好玩。嗯，这里不要走，因为它可以绕啊。这里不要走，这太危险了。这里不能走了，刚刚木板我踩下去就。对啊。谁要绕无线电？而且还不会逼的。不是我。准备。没有走。啊？全部要守这里啊？啊？全部守这里？不是啦。他们的目的是歼灭我们嘛？对啊。哦，那你好，就是到处摆人啊，到处摆人啊，可以放一段。随便啦，你想走哪里就走哪里啊，自己顾好自己。那你要找两个护卫。不是，你狙击枪旁边要带一个步枪手。哎，那你就是去守黑鹰直升机的那两个。如果他们那边是主火力的话，草丛里要不可以藏？经过你也不要开枪，先让他们走过。因为不对呀，不，他们不止楼梯可以上来，从中间也可以上来啊。哦，对，并不是只有楼梯而已啊。对，还有一个楼梯耶。没有，不止楼梯，他那个草丛可以挖，他直接上来就可以了。这上面上得去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上去看看，上去看看，我来。没有啦，那个强威力强一点的在。没有，我从由上的往下打。那我一定要去走。我绝对 OK 啊，还是，对啊。我这里 OK 了，我跑也快。那你们四个在那边那个。好。哎、欸、，James。James。收到。这里啊，放他们过去。嗯。James 收到，不用干扰掉，我来。我是老韩，哪位发话？我听到了。他在测试的。